你们都交完是不是？你们还剩叠了是不是？那我们交完接下来的是专卡，你们什么时候卡？苏北什么时候卡？七八是不是？那你们呢？就加了十几号，你们住的是十几号？那你们呢？哦，我的年假哦，那我们开始喽，两位同学听得到吗？佩晨可以吗？乔伊可以吗？你很厉害，听到吗？可以。可以哦，哦，OK，那我们今天要讲的是被角公式，算是我们那本角，对吧？连那个夹角都有角，对不对？哦，所以应该差不多了哈、哦。那需要复习一下吗？我们来稍微的简单复习一下，因为每个人这个记得不一样多。来，首先呢，有一些这个公式啊、哦、，sin 的 a 加 b 和 sin a 口 b 再加口 a sin sin 的 a 减 b 是多少？cos b 减掉 cos a sin b，cos a 加 b 这个 cos 减 sin sin，cos a 减 b，cos 加 sin sin，它们是一号配的，我们应该清楚。那上一次就讲到这些类型的问题去讨论哦。那基本上来说，就是可以利用这些去做这个角度之间的拆解。下，叫出来，那知道做这个角度 tangent 的话是等于 cos 三分之 sin，所以上面同号，下面一号。然后 tangent 的 a 减 b 就是一加点点点减点，哦，这种形式哦。那再来还有是讨论斜率，两条线之间的夹角有两个，一个是锐角，一个是什么角？钝角，可以吗？哦。所以说，如果是 tangent r 减 alpha 减 beta，假设这个上面这条叫 alpha，下面这条叫 beta，那中间两个差角是用斜率来算，一加 m1 m2 分之 m1 减掉 m2，两个斜率相减，这 OK 吗？这样我还记得吗？需要再帮你们复习一下吗？OK 吗？可以。没有，好，那你们要注意的是，夹角有几个？两个，一个是 tangent theta 在这里，一个是多少？它的补角，还有一个 tangent 的180度，算出来的话，正的话就是锐角，可以吗？负的话可以当做什么角？当做钝角来看，这样 OK 吗？可以啊，哦，所以说我们的夹角有两个。一个是锐角，一个是钝角，分别这样 OK 吗？OK，好，那继续喽 我今天做了一个梦，奇怪的梦，我梦到我跟芊芊交往，很怪，你知道吗？因为我喜欢的，我最喜欢的也不是芊芊啊，我不知道哎，反正我是跟芊芊交往。然后就是他就是在吃饭，然后呢，就是点了一桌的东西，然后把它全部都吃光，我都没有吃到。然后我有点生气，我就跑出去要买饮料。他说你要去哪里？我就醒了，哎，错过一段姻缘。对啊，还是梦里什么都有，我也不知道。对啊，我觉得芊芊蛮漂亮的。对，好来，接下来我们要看的是二倍角。
什么叫二倍角呢？基本上来说，这是角度去倍增的关系。哦，第一种是 sin 跟 cos 的形式，我们来看一下。首先 ，sin 二 theta 可以怎么写？它可以写两倍的 sin cos theta。我们之后再简写，我们先用基本的写下。那它是怎么来的？同学，这个二倍角公式跟前面的和角公式有异曲同工，对。哎，我上次跟你说讲，有人有在上次讲，有，不讲，角度的两倍。哦，那这里呢可以写成 sin theta cos theta 加上 cos theta sin theta， 前角在前面，后角在后面，那合并起来，同学就是两倍的 sin theta cos theta， 二 sin， OK 哦，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个证明 ，cos 二 theta， 它可以写成 cos 的平方 theta。减掉 sin 的平方 theta， 这时候还有两个变形，一个叫做两倍的 cos 平方 theta 减一，一个叫做一减掉两倍的 sin 平方 theta， 那这一些都是二倍角。对哦，那这个 cos 的二倍角公式算了 cos 的二 theta， 基本上可以用 cos theta， 那角式记得是一号配，叫 cos 减 sin。那是不是等于 cos 平方减 sin 平方？那另外一件事情，你有 cos 平方跟 sin 平方，是不是可以拿来做三角函数的代换？怎么代换？我们知道 sin 平加 cos 平等于几 ？sin 平加 cos 平等于一，所以这个时候，第一个我们的 sin 可以换成一减 cos 平方。可以写成减掉一减掉 cos 平方 theta， 负负得正，有两个 cos 平方 theta 再减。那当然的，我们也可以换掉，怎么换？可以换成 cos 平等于一减 sin， 所以呢，这个可以写成一减掉 sin 的平方 theta， 再减掉 sin 的平方 theta。答案就叫做一减了两倍的 sin 平方 θ， 可以吗？哦，那 cos 两倍的 cos 平方减一，跟这个一减了两倍的 sin 平方，这个都是它的化解方式。那你会发现说，我们怎么使用这个二倍角公式去观察这个式子，它都有一个特征。就是角度减半，次方倍增。感觉起来是这个角度跟次方之间的这个互换，知道吗？你看这里本来是二 theta， 就现在变成了 theta， 两个相乘可以设为二次方，两个相乘在一起，对不对？ cos 二 theta 等于 cos 平方减 sin 平方，是两个相乘。
在一起，可以吗？好，好，把它写下。重要点还是哪个？真叫那些哪个？PS5。打三天电动，干，真的，你们都没有睡吧？你们这里还有人玩传说吗？看传说改版以后那个龙，你有玩？你有玩吗？传说不是，本来凯撒，本来传说对决的凯撒长得像这样子，本来凯撒长得像这样，是很大只。本来凯撒长得像这样，一只很大只的动物。总之，就是一只很像猩猩的动物这样。可是现在变成这个，凯撒好像晒鱼哦，反正变成这样。你说打得很没 feel，然后我打了一场虽然有赢，但是真的很奇怪。不过我觉得现在感觉起来，现在新的赛季比较舍。就是好像被打死的钱没有那么多，对啊，所以反正我貂蝉红了一时，对吧？OK 了，好，来，那我们来稍微做个练习。第一个，屏幕说，看 feed 啊，那就是吧？哦，那这个时候呢，feed 在第几象限？第四象限，不是，第三象限，对不起。第三象限，同学，所以你稍微画一下这个图，好不好？第三象限跟负四、负三，可以吗？好，这是角度。所以说，cosine 西塔就是五分之负三。好了，来，那 d 小于 sin 的二。跟 cos 西，然后呢，算一下，好不好？这个二乘上五分之负四，乘上五分之负三，哇，算一下，25分之24，OK 吗？OK 哦。那第二小题，cos 二西塔是多少？那同学，这时候你有 cos，你有 sin，我们三个公式。都可以算算看，答案会是一样的哦。那你就随你挑，好不好？我随便挑一个，减掉 sin 的平方西，算一下吧。来，cos 平方西的25分之9，减掉25分之16，算出来几？25分之负7，这样 OK 吗？可不可以？就这样算出来，没有很难。没有很难，轻松快乐。刚吃的药妆，那 OK 哦，那我们继续喽。那基本的话，我们这个题目哦，是稍微练习的，就是说利用一些基本的项去凑出它的公式哦。来，那我们来看第二题，题目说 sin 加 cos 分之一，那我们要求 sin、cos、sin 的二西塔跟 cos 二西塔是多少？同学，那怎么算？注意的是，西塔介于90度到180在第一象限、第二象限。那一二两小，一二两小是怎么做？同学，你是不是就连立？我们知道 sin 加 cos 等于1/5，那 sin 平方加 cos 平方是等于几？一，你利用代入消除法，代入消去法可以算。我觉得今年蛮没有过年过节的气氛，知道吗？对啊，你们有人在家里烤肉了吗？你有在家里烤肉？你说什么烤肉？电磁炉还是说那种就是一样生火烤肉？我觉得那样吃起来感觉比较好，知道吗？
我觉得电烤炉都，就是电烤炉是有烤到肉，但你没有那种生火那种感觉，我觉得还是有点不一样哦。对啊，我还是喜欢有菜感觉，然后搞得要死要活，每次烤肉都很后悔，但是就是会想烤。我去年我死去那边有烤肉，你们知道吗？我在教室里面烤肉。我不就在四楼，我就在四楼的小教室那边把门关好，然后就烤肉，在那个把那个窗户全部都打开，在那边烤肉，我还烤乳猪哎，看你烤乳猪真的蛮屌，烤乳猪被串子，你知道吗？我有画过吗？想画了，很奇怪。那他就用那个烤架，这样铁架这样串过去，然后呢就这样子烤，然后这个下面就有一个炭火的，然后人家一直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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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而且后来我们就一边烤卤猪，一边就把那个玉米跟那个番薯就用铝箔纸包了，就丢进去烤，我觉得蛮好吃，对。然后其实我最喜欢吃的，我觉得烤肉最好吃是什么呢？我就每次吃的都到最后很腻，但是我觉得那种烤那种里脊肉，你知道吗？烤猪肉片，我觉得最好吃，就是夹那个吐司的那种，你知道吗？我就觉得特别好吃，其他我就觉得都还好。好嘞，那我来看这个是吧？他是说第二象限，那我先去求口算，这求算比较方便。好，来，那怎么求嘞？这个口算等于几呢？口算等于几？把 sin 换掉，sin 等于五分之一减 cos，推断去，五分之一减 cos 的平方加 cos 平方减一等于零，再整理，来，25分之一减掉。5分之2 cos 加 cos 平方减一等于零，那全部都乘乘除除，继续算，2倍的 cos 平方减掉5分之2 cos，减掉25分之24等于零，乘以25再除以二，把二先除掉，12，乘以25到25 cos 平方，减掉5 cos。减12等于，这样 OK 吗？好，那算完以后你就很明显了，5 cos 4 3 12，你要负四跟正三等于，所以 cos 等于1/5跟1/-3，1/5不合，因为这第几项，同学三为负，这个才是。第二象限考到，再帮我们做一次。有了 cos 是不是也可以算 sin，对不对？所以这时候代入 sin 就等于1/5减掉1/-3，叫做1/4。sin 是1/4，所以一二就算出来。那第三题、第四题呢？第三题我要跟你们讲，就是它很容易单独被出出来。为什么？因为 sin 二西塔叫做二 sin 西塔，cos 西塔。你有没有感觉到这两个相乘很像是平方的中间项，所以它会单独被出出来哦。来开始喽，sin 西塔加 cos 西塔等于。分之一，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平方的话，sin 平加 cos 平，再加二 sin 等于25。同学，这里是什么？这里是一嘛，把一移过去，所以二 sin 西塔 cos 西塔就等于25分之一减。等于25分之负二十，
所以三二系统就是这个答案，简单吧？那第四小题简单，同学，这一题当然前面如果有 sin 跟 cos 算出来，两个相乘的两倍，可是呢，因为我们题目会这样，听懂？你前面有 sin 的，有 sin 是。再是五分之四的 cos， 五分之负三，两个相乘再乘以二，二十五分之负二十。那第四小题就用到前面，对吧？来，你们自己做做看，还蛮简单的。就把它算一算就算了。这一题都是代公式。不过你们第三题如果要交叉相乘的项，记得可以这样算出来，都 OK 吗？那你们去看沙丘吗？我有去看，我觉得蛮好看，可是它并不是那种，并不是那种动作片，或是那种节奏很紧凑的电影。我觉得真的好看，而且如果你们有空的话，真的可以去看。那部片的画面非常漂亮，每一个镜头都是绝美，真的就是很。但是我觉得就是你们不要搞错期待，它并不是一片，就是怎么讲？它并不是一片就是节奏很快的电影，也不是一片那种像那种像漫威那种英雄电影一样，它节奏稍微偏慢，但我觉得很好看。对，它有点像艺术片，再加上那种动画，然后剧情不错，然后男主角那叫什么？我找一下，哦 ，Timothy Chalamet， 哎，他真的蛮帅的啊，对不起。他真的蛮帅的，你知道吗？干，这有点帅。你没有看过吗？你们知道他吗？他有得到奥斯卡影帝，真的是蛮厉害的一个小孩哦。什么 ？Timothy Chalamet， 好像我很多学生说他很帅，但我觉得还好，跟我差不多而已。长这样，有很帅吗？我觉得他有一些角度好看，也有一些角度不太好看，因为你知道他的颧骨很突兀的，哦，有点太瘦。如果我跟他相加除以二，应该是正，应该两个都很帅的。看他鼻子有够挺 ，Oh my god！ 我觉得还是那个蜘蛛人比较帅，知道吗？知道是不？那叫什么名字？啊 ，Tom Holland， 对 ，Tom Holland 就帅，对。啊，不过那女主角很漂亮，叫那个，就是她是那个制作人的女朋友 ，Lindy 啊。哦，那这个真的很漂亮，对。啊？对，有交往。Tom Holland 看起来很年轻诶，可是。女主角，我觉得没有看起来那么年轻呢。我说真的，那个是啊，这女生这三小打错字变成毕业了漫画 ，Oh my god， 什么鬼？真的，我刚。Oh my god! Oh my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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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y god! 我不要，人，对啊，这才对嘛，对啊，这女生长得很像邓紫棋，啊，没有哦。
我觉得他这些把头发挽起来的照片都不太好看，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他这张还不错看，可是我觉得他的头发如果很柔顺，感觉有点奇怪，那种，那小孩子不要看，好，来继续哦，啊，我们继续往下看，来，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三题。题目说 sin 二西塔等于 a，那要求 cos 四西塔加 sin 四西塔是多少？那有的时候有一些转换需要让你知道的哦，跟你们讲一下。首先，我们知道 sin 的二西塔等于两倍的 sin，在实际使用上，sin 跟 cos 的交叉相乘是蛮常用的。哦，所以我还是提醒你们，如果看到 sin 口，你可以把它合并成二分之一 sin 二 theta，这样 OK 吗？各位伙伴，我怕的是对吗？那既然如此，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问题。题目说 sin 二 theta 等于 a，这代表的是二分之一二 sin theta cos theta 等于 a，可以吗？那也就是说，sin 西塔 cos 西塔就是二分之 a。我们要求的是 cos 四次方加上 sin 四次方，用 a 表示。同学，好，你看到四次方会以平方为基本单位，这很基本，OK 吗？四次方是平方的平方，那我们用角毛想一下，sin 平加 cos 等于几件哦？对，sin 平加 cos 等于一。所以我们应该是用平方的平方去把四次方拆解出来，听得懂吗？听得懂哦，听得懂哦。好，来，那我们继续喽。来，sin 平方西塔加上 cos 平方西塔，平方西塔的平方，展开来，sin 的四次方西塔加 cos 的四次方西塔，加上两倍的 sin。平口平等于一，所以很明显的 sin 四次方西塔加 cos 四次方西塔会等于一减掉两倍的 sin 口的平方，等于一减掉两倍二分之一的平方。你不要掺杂入技术比较方便，可以算是答案。好，这叫一减掉二分之 a 方，easy 了。可以吗？对。好。那我们继续看第四题，好，第四题，佑真你还活着吗？大家还活着吗？你快死掉了，真的，我是应该买给你掉的。可是他们会让我们去这里喝吗？你们知道我在问什么吗？我等下去偷偷下来，好不好？如果不能买的话，那就算了。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第四。第四这个问题，它是有一个特征的。第一件事情，你会发现全部都 cos 相乘。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角度是的，角度是背着，可以吗？好，那这个时候全部是 cos 相乘，而且角度背着的状况，我们要去算 cos 二十乘以 cos 四十，
再可以乘以 cosine 80。那你是不是希望这个式子可以往前做合并，就可以跟下一项、下一项慢慢减少？你要去算，就是希望把长长的一串可以缩减下，可以吗？那这时候怎么缩减？同学，你会发现，如果只有单单的 cosine 往前看，如果 cosine 乘一个 sin，是不是可以变成一个角度倍增的项？可以吗？那你这时候 cosine 如果单纯乘以 sin 会比较单纯，那如果像后面的 cos 平方啊这些都太复杂了，所以我们这个问题应该是想办法要送给他一个 sin，让他的 sin 可以去背这句话，我怎么来？原式可以这样子写哦，cosine 的20度，cosine 的40度。cosine 的80度，这个时候我多乘一项，排版一下哦。多乘一项 cosine 20度，简单，写错，多乘一项，那我们不可以多乘，所以再除以 sin 的20，看得懂吗？看到了吗？多乘一项再除去哦。那同学，你如果多乘一项，你喜不喜欢？又乘，You like it？你喜欢吗？喜欢，靠！为什么你要喜欢？因为你看，sin 二十 cos 三二十可不可以合并？可以合并，对不对？那我再帮你们强调一次哦。如果 sin 啊。角度变成两倍的时候，前面要多加一个系数，二分之一，还记得吗？因为二 sin 口是3 2 d 的，所以把二移项过去就得到这个结果。这结果我们在上一题有讲，我在前面的问题有讲到，在这里你们看到，重点会重复的题哦，你们不用担心。好。那我们继续喽。那接下来你会发现，我们这里是不是可以变成角度的两倍？sin 的多少？40度。可是最前面是多一个多少？多一个二分之一，可以吗？你会发现，你 sin 二十跟 cos 二十相乘就是二分之一 sin 的40度，对不对？角度两倍，那你这时候又会感觉到，哇哦，还可以再往前，因为 sin 四十跟 cos 四十是不是可以再合并，叫 sin 的80？这时候会多一个二分之一，叫二分之一的平方，可以吗？对哦，那再来跟。最后的 cosine 80度合并哦，前面还有一个 sin 的20度分之一哦，那再来合并，是不是这两个也可以合并？叫它多少？合并的话，它160度，每合并一次会多一个二分之一，所以合并了三次，那这里全部多了三个二分之一。这个项应该用这个颜色。所以这个式子经过化简，它就可以变成这一阶项的结果。那最后的答案，我们把它合并在一起，它就可以写成的二三次方，再乘上 sin 的20度分之 sin 的160度。那我请问你，这两个角可不可以再合并？化简可以，因为 sin 的160度，它就等于180度减20度。那我们知道 sin 的话是一二象限是同号，所以他会觉得是 sin 的20度除以 sin 的20度。
约掉2.8分。可以吗？OK，那你会发现这里有三项，所以会化简一次、两次、三次。化简三次会有几个二分之一？三个二分之一，可以吗？哦，那最后面的角是用 sin 去表示，这 OK 吗？OK，所以你从就知道，这里叫做 cos 西塔。cos 二 theta，cos 的四 theta，如果是有四项会变多少？OK，那我问你们，如果你有四项，你可以会化简几次？你有没有办法快速的想到？第一件事情，你前面是不是还要出一个 sin，因为你要用 sin 跟 cos 去合并，对不对？对。合并了4次，所以最后是合并4次，对不对？叫做二的4次方分之一，sin 的16θ 再除以 sin θ，最后一个结果一定是 cos 的2倍，听得懂吗？如果这个式会变成这样子，需要再讲解一次吗？来哦，我们如果前面乘一个 sin θ，再除一个 sin θ 的时候。来合并一次，多一个二分之一，两次、三次、四，合并4次，它多了4次，可以吗？每一次会多一个二分之一。那最后一个角2倍的 sin，再加上前面的 sin，基本上都是这样的话。好，待你们看完的话，我们再讲一下，给你们休息。好不好？再讲下一题给你们休息。再提就好。哇，我们才讲到第二页。Oh my god！我刚刚有浪费时间吗？应该没有吧。哇，时间飞快。快点！Oh my god！来，第五题怎么做？第一件事情，24、48、96，它有倍数。可是168有倍数吗？没有，所以希望把168化小，听懂吗？那它可以化成多少？cos 的180度减掉12度，哇哦，就等于负 cos 12度，对我们的所求就等于负的 cos 12.4度，cos 48度，cos 96度，这样可以吗？那同学怎么算？我可以直接做给你们看。我们第一步先写好，你要多乘一个 sin 12度，多除一个 sin 的12度。来喽，来一次、两次、三次，合并4次，多了4项的二分之一。来，最小的112度在下面，最大的角96的2倍叫做 sin 的几？198。哦，192，对不起，可以吗？最大角的2倍叫 sin 的192。同学结束了哦，等于负了二的40分之一。来，通常题目都是配好的，192它是180加12度，所以说也可以换成负的 sin 12度，负负得正，同学。哦，前面还有个负号，不要忘记了哦。所以等于二的4次方分之一。像这种问题，正负有的时候很难去预料，
你要怎么验算？同学，抛图验算，像这样的问题，连续的化解，有的时候难以预料。怎么验算到底最后的正负是对的？ cos 二十四都是正的， cos 四十八是正的， cos 九十六是负的， cos 一四六八是负的。同学，正正负负四个数字相乘得怎么样？得最后是走。好，我们休息一下，休息一下。
两位到这里都还行吗？我去上个厕所，就看。好嘞，没一天，来，到这 OK 哦，到这 OK 哦，好，那我们继续往下看，第六题，哦，他说，假设手上角西塔满足 sin 的绝对值等于三分之二，那 cos 二西塔跟 cos 四西塔怎么算？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什么东西？什么东西？手机啊！哦，好，那我们魏晨跟乔伊有在吗？在哈。Hello，在，有，好，来，我们把那电扇关掉，就有点，电那么高，那我把它关掉。对啊，这个右侧你帮我关。对。下。哦，这样声音比较小一点，我们这边声音一直很大哦。来，那我们接下来看这第六题，他说有上角满足 sin 的绝对值是三分之二，其实我们没有很 care，你知道吗？那你要求 cos 二 theta，同学再记一次哦。cos 二 theta 它有三个写法，一个叫 cos 的平方 theta 减掉 sin 的平方 theta，再来第二个是。两倍的 cos 平方西塔减一，还有一个叫一减了两倍 sin 的平方，有三个，有三个。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这里的项是多少平方？所以你加了绝对值，是不是可以被平方消掉？听懂吗？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哦，这里我们知 sin 的平方西塔，就直接平方在九分之四。嗨嗨，来，那这时候我们继续来看喽。这时候，cos 二 theta 是多少？同学，有 sin 平方，想好，先帮你们买好，好不好？我没办法，我只能先帮你买好，在门口发一发，你们再进来。
你懂我意思吗？这样是唯一的方法，好不好？不好意思哦，那就等下一次。啊、哦，然后你说我们自己拿的，怎么都拿同一个牌子？因为我们都喜欢，这样就好了，好不好？哦，对。来，狗山二西亚怎么算？它这个用一减掉两倍的 sin 平方西塔去算，这 OK 吗？哦，那是多少嘞？一减掉。二乘以九，哇哦，九分之一呢？好，那这时候 cos 的四西塔是多少呢？cos 的四西塔是多少？同学，对，多少？不一样，就是两倍的 cos 平方二西塔减，因为四西塔我们可以看成两倍的二西塔，所以是一样，可以用二倍角公式。算哦，所以就变成了两倍的九分之一的平方减，再去算，那 OK 吗？哦，其实简单。好，81/2减掉一，叫做81/79。这样可以吗？这样就算出来。那这个其实真的没有很难。哦，那再套二就稍微看一下。OK，那下面有些练习，你可以自己回去写一写。然后这个第七题我们来看一下。接下来这个真正大考爱考的是这种三角函数跟函数之间的组。那这个组里面呢，它有哪些求条件？你或者是你要把角度放大两倍，这 OK 吗？那我们来继续喽。来，右图是三个直角三角形堆叠而成，而且 O 珠等于八。要问直角三角形 OAB 的高 AB 是多少？我们要求的像在这里，所以我们是要让这个八尽量的跟我们这个 AB 长度靠近。怎么了？怎么了？你现在说，看你那么高哦。哎，好羡慕啊！我有这种困难，对吧？好，最近的新闻真的有点奇怪。我最近看，因为你知道，有时候我会看一些政治新闻，然后偶尔会看。那我看到这个什么新竹不是要合并吗？对不对？然后那是什么？他们说合并以后，他们有计划要盖那个什么接驳捷运或什么类似的东西。那你觉得这好不好？盖轻轨那种轻轨电车，啊，我觉得还不错，对吧、啊？可是老实说，我个人就是只要再盖两座桥就好了，知道吗？就是只要可以把竹北那个瞬间的那个流量把它。拓宽就好，那公道路其实蛮长，宽的，你知道。然后那个叫什么，光复路也还算宽，所以我觉得你只要再把流量扩展，你再多加两个比较大的桥过去，我觉得其实还差不多。我个人认为啊，好嘞，那这题怎么做？第一件事情有了八，那有了30度，是希望去算到 OC，可不可以？因为你有了 OC，是不是可以算 OB？再往下算到 OA，来，首先这个如果你要怎么算，八乘上 cos 30度就等于 OC，那 OC 再乘上 cos 15度就等于 OB，好，那 OB 乘上 sin 的15度就等于 OA，看得懂吗？同学看了吗？不要忘记了，最早在这个图形之间，边长跟三角函数的关系，这个真的很常用，连到现在它还阴魂不散的跟着我们。那我来认真的讲一次哦。假设这里有一个角度 θ，斜边叫 r，偏直边叫 r sin θ，水平边就是 r cos θ，
这样 OK 吗？这样 OK。对斜边乘以 sin 会变对边，斜边乘以 cos 会变邻边。那我们这时候我们要的是 AB 边，可是要从 OZ、OC、OB 到 OA。最主要是因为 OB 这层等到是 OK。那我们把它整理起来，哦，来了。所以这个时候 AB 场，不好意思，AB 场的对，我刚刚口误了，不好意思哦。OB 乘以 sin 十五度是 AB 场，所以我们要求的 AB 怎么算？AB 就变成了八 cos 三十度，变成了 OC，那 OC 再乘上 cos 十五度，变成了 OB，再乘上 sin 十五度，就变成了 AB。那 OK 吗？哦，这里是 OC。OC 乘上 cos 十五度，就变成 B，OB 乘以十五度就变成 A。那怎么合并？同学是这样子写没错，但是合并你要由小的角看到大的角，所以这时候来合并哦，来 cos 跟 sin 合并起来就是会多一个二分之一，所以会变成了这个八乘上二分之一。sin 的三十度，cos 三十度，来，再合并一次，会多一个二分之一，八乘上二分之一的平方，再乘上 sin，等于八乘上四分之一，再乘上二分之根号三，算出来就叫根号三。这题没有很难，只是我还是慢慢的。哎呦，好奇问，那你们有没有那个五倍券？你们有五倍券吗？你们也每个人都有五倍券？真的啊？哇哦！是不是今天可以开始预约？是今天可以用还是今天可以预约？预约是什么意思？哦，然后填完资料就可以用，之后就会送我一些东西。也是啊，毕竟要预约啊。好，这样 OK 哦。那我们来看第二题，这题其实蛮简单的哦。来，题目说 ABC 是90度，他说把 ABC 翻转成 A 轴 C，把 B 点翻转到这里，可以吗？CAB 是 θ，那这里是也是 θ，那 OK 吗？有了四跟三，斜边是要五。第一小题，sin 二 θ 会等于。两倍的 sin 西塔 cos 西塔，二乘上五分之三乘以五分之四，哇哦，25分之20。那中点到 AB 的垂直距离怎么算？注意哦，翻过来斜边叫四哦，所以第二小题很明显，斜边是四，这里是二 θ，所以它的垂直距离要四三二四。好，25分96。那 OK 哦。那我们继续往下了，这应该没有很难，就是轻松简单的算一算。来，再来第九，也是类似。基本上来说，要算边长这些都差不多。
那这里有一个是4跟12，题目说 BA 株等于 CA 株，要问 B 株含多少风险，你要问任何一个长度多少，那你可以选都随便，懂我意思吗？哦，那这一题12跟4斜边是几？1比3根号10加4根号10，会不会太快？那这个时候，我们从这边就知道，这个没有那么难算。这题以后用听卷再讲。同学，这题可以用口算算，也可以用算算，但是用听卷这样。哦，所以这个先跳过啊。我在这边放，是因为这个希望以后跟你们讲，可以用算口算听卷。都可以算，我先用口算算是比较好。首先你要求 B 柱这个边长，那你是不是只要知道这直角、三角形的这个角度跟其中一个边长就行，可以吗？角度跟其中一个边长，来，开始咯。那这个时候这个 cos 西塔就叫做根号10分之1。那 cos 的二的西塔叫做二 cos 的平方西塔减，我算一次给你们看啊，来，两倍的 cos 平方西塔减，OK 啊，对不起，这边写错，12.6，12.6，好，写一次哦，这个4根20。分之12应该是根号10分之3，哦，重写一次哦，抱歉抱歉。那 cos 二 θ，因为 cos 西塔在这里，来，那再来 cos 二的 θ 是两倍的 cos 西塔减，就等于二乘上10分之9减一，算出来叫5分之4。同学。cos2θ 是5分之4，所以其实就很简单了嘛，很明显的是5比4比几？比3嘛，对不对？那这里是12，那这里是15，那这里是几？加9。那 B 株就等于9减4叫做5。你会发现各种方法都可以算。这是用 cos 算，那它也跟 tan 算，之后碰到会跟你们讲。好，就这。OK。那我们继续哦。第十题的话是一个学测考，我觉得这一题蛮难的哦。这一题要听好哦。他说一个三角形 ABC 里面，三角形里面哦，老实说，我觉得，说真的，我觉得新竹被限制，我个人认为。因为我觉得新竹好像没有那么严重，对啊，只是不知道，因为这种事情很难讲。不过你们是要打疫苗，你们要打疫苗，几号？30哦，一号是不是？10月1号，30号，不是同天了。那祝你什么时候打？682等你，这星期五，这么快？我靠，这么快啊！哇，你们呢？10月6、7、8、9，超晚了，你们怎样？天人排挤是不是？太晚了吧？你们打的前一天，我先跟你们讲一下，就是我个人经验，
是打完疫苗蛮不舒服的哦，但是好像 BNT 没有那么严重，可是我也不知道。我有人好像打莫德纳发烧了好几天，还有人是打 BNT，所以如果你们前一天第一件事情是多吃蛋白质、含蛋白质的东西，可以吗？哦，这个鸡肉啊、鱼啊那一些，少吃淀粉，就是打了前几天到当天，隔一两天就是。少吃淀粉，然后多吃蛋白质，然后多喝水，真的会有效哦，真的会有效。蛋白质跟水，哦，这个因为你身体在产生抗体的时候会消耗蛋白质，蛋白质的消耗跟脂肪的囤积是不一样的，你很难发现。但是，个人每一天至少200克蛋白质，所以你们一定要摄取到足够，你们才不会真的很不舒服哦。然后再来的话就是止痛药能买就买。我觉得是蛮重要的，止痛药这么能买就买哦，不要说一直就是不吃。像这种止痛药这种东西，就是你们是有一点点痛就要吃，因为止痛药它这个它是会慢慢的上升，就是它止痛的东西是慢慢上升。所以你如果这个你真的很痛了才吃，那基本上你还在痛，痛好久，懂我意思吗？哦，所以你觉得有点不对劲。你赶快刻一颗，懂我意思吗？刻如果上瘾，那就有点麻烦。来，A、B、C，AB 乘之二，BC 乘之三，角 A 等于二角 C，假设叫二 theta，这里叫 theta，可以吗？要问的是 AC 是多少？你要求 AC 的话，至少是要有一个角度，我们才有办法去算边长，可以吗？那你要怎么求角度？怎么求角度？同学，在这个三角形里面，你有没有发现二西塔跟三相对，西塔跟二相？这里可以算这个角度。对，来第一个，三除上 sin 的二西塔会等于二除上 sin 西塔，可以吗？那这个时候，这叫正弦。那之后，三除上二 sin 等于二除上 sin，所以 sin 跟 sin 约掉，从这边我们知道 cos 西塔就等于四分之三。同学，四分之三这个角有，对吧？有，那再来，同学，再来。有跟三个边有关，就可以用余弦去算。所以接下来我们用余弦去讨论这个问题。这一题我觉得它出的非常，就是我觉得是继那个平这个哦正五边哦这个五边形外一个接近完美的题目哦。那余弦怎么用？cos 西塔是四分之三，那是不是等于？二甲甲分之甲方加甲方减对方，所以 cos 西塔等于二甲边甲边的平方加甲边的平方减掉对边的平方。根据题目是四分之三，那想办法约一约去算，可以吗？哦，这是时候算一下吧。这个二 x 的平方。九减四减五减十等于9x，二 x 平方减9x 减十二 x，等一下，是减十还是加十？加十进去。来，所以 x 有两个答案，一个是二，一个是二分之五。还没完喽，同学，这一题答案只有一个，它是一个学测的填充题，答案只有一个，那怎么办？
答案只有一个哦，它是一个学测的填充题。那这个时候到底要选二还是二分之五？你就必须要带回原来的三角形判断，可以吗？所以第三步就是带回原来的三角形判断，把空间稍微缩一下。第三个，带。如果 x 等于二的话，同学你去想一下，这三角形的二二三，根据题意这里是西塔，这里是二西塔，那这时候它如果是二的话，应该是等腰三角形。那请问你，如果是等腰三角形，这里是不是叫西塔？如果 x 等于二的话，是不是一边是二，一边是三，第三边也是二？那这时候你会发现很麻烦的事情，这时候这个是等于180度，这时候西塔等于45度。同学，请问你哦，这个合不合？90度、45度、45度，我们说是223合不合？不合哦，所以这个答案是错的。不，x 等于二不合，x 是二分之五。这一题你要小心的是，两个答案你还要带回去去检查，看看哪个有可能哪个对哦。可以吗？好，怎么了？好，你拿，你会过敏？哦，好，这样可以理解吗？哦，这题好在哪边？好在同时用了余弦二点，知道吗？它每一个知识点，它考到的东西是很聚集在一起。那这一题说真的，我觉得写起来没有那么简单哦。那这你再参考一下哦。记得有哪个公式不熟了吗？右针正弦熟吗？正弦就是对边除以上的对角会相等。OK，等于2R，这时候没有用到不行哦。那 cos 的余弦熟吗？熟。讨论边角还是用这余弦哦，所以如果碰到的话，请你们还是要记得。好来，那第十一的话，你们 yes 来 tangent 的二倍角，一样用 theta 加 theta，所以 tangent 的二 theta 叫做怎么样？一个分数，一减掉 tangent 平方 theta 分之。2倍的 tangent theta，可以吗？哦，一减 tangent 的平方 theta 分之2倍的 tangent theta。那这时候你们看一下，这个 tangent 二 theta 基本上就是 theta 跟 theta 相加，那一样哦，一减填填填又填，合角公式，这个化简成一减掉 tangent 平方 theta 分之2倍的 tangent theta，好。那例一是一个，与其说这个叫做已切表现，大陆还蛮喜欢考的，只是高这个台湾还好。什么叫已切表现？就是我们希望用这个 tangent 哦，来把这个 sin 跟 cos 表示出来。我们来看喽。说明一下，我们已知，tangent 二 theta 叫做一减掉 tangent 的平方 theta 分之2倍的 tangent theta，
那同学，偏卷平方θ这个东西哦，它的本质是也是一个数字，二偏卷θ也是一个数值。那这两个值，我们就可以把它们全充当做底跟高。可以吗？好，现在它所代表的事情是什么？这时候我们可以画出一个可爱的三角形，是一个直角，那角度叫做二西塔，以二西塔为角，底跟高可以分别表示叫做一减掉 tangent 平方西塔，高叫做两倍的 tangent 西塔，可以吗？看得懂吗？那这个时候斜边怎么算？同学，斜边就是用毕氏定理啊、哦。来，我们来算一下斜边。这个斜边就是等于根号的一减 tangent 的平方，再加上两倍 tangent 的平方。经过一番的计算，同学，我算完了，叫做一加 tangent 的平方。好，算我算一次，慢慢算一次。它等于根号的，同学这不用抄哦。一减掉两倍 tangent 平方，加 tangent 四次，加上四倍的 tangent 平方，就等于根号的，一加上两倍 tangent 平方，加 tangent 四次方，它这边根号加 tangent 平方的平方，平方根号约掉就是答案。哦，同学，哦，那我这个稍微的。帮你们做一个快速的化解。看到吗？我们的斜边是一加 tangent 平方西，我是根据展开再重新整理得来的，但是我觉得这个有点琐，我们可以自己试试看哦。那所以同学，这时候我们就有一个是一减 tangent 平方，一个是二 tangent， 一个是一加 tangent 平方。那从这里故，我们的 sin 二 theta 就等于斜边分之对边，一加 tangent 平方 theta 分之两倍的 tangent。那 cos 的二 theta 就是一加 tangent 分之 tangent。平方西塔就可以得到答案，这叫以切表现，以切表现，可以吗？哦，切就是 tangent， 正切哦，用正切来把正弦余弦表示出来，以切表现。这 OK 哦，好，那我们继续了。接下来这个问题怎么算？哦，这个问题哦，它告诉我们设这个 tangent 的二分之 a 加 b 加上，然后呢？tangent 的二分之 a 乘上 tangent 的二分之 b 等于3，要求 tangent 的 a 加 b 是多少？
同学，那这一题当然其实就是在讨论一个做这个问题的层次。第一件事情，这个两个相加跟相乘，是不是你会先执行的是何种公式，对不对？所以第一步，我们知道 tangent 的二分之 a 加 b 会等于一减 tangent 二分之 a，tangent 二分之 b。分之 tangent 再加上 tangent 的二分之，来嘞，可以吗，伙伴？可以哦。那既然如此哦，那很明显就是说，把数字代一代吧，一减掉三分之五，哇哦，叫做二分之负。tangent 不管什么值都行，扇口会介于一到负一之间，可是 tangent 都没有大小。变了啊，天气都没有在啊，所以 OK 啊，数值有点丑，没有关系啊，没有关系啊。那再来，我们要求的 tangent a 加 b，你是不是可以看成把 a 加 b 做一个单位，二分之 a 加 b 做一个单位，它的2倍，那是不是可以算叫做一减掉 tangent 平方分之2倍的 tangent theta，一减掉二分之负的平方分之2倍的二分之负。来，同学，这个就交给你们算出来喽。哦，交给你们算。什么问题？什么问题？没有，把它算出来。没有就算出来。OK 哦，好，算出来吗？叫做上面叫负三分之几？四分之几？二减二十五叫做负23，对不对？对吧？二一啊，啊，我就看你们有没有认真在算。上下再同乘也是，所以算出来就叫做二十一分之二十，可以啊，好，马上来说一些些啊。等于二十一分之二十，好，是这样，没有说真的很难哦，那就是整理整理，快快乐乐就算数。好，二十，来，那写到这里，第三小题。其实第三小题蛮简单的，同学。第三小题简单是这样的，你一定知道做什么事情。好，哎，第三小题你想怎么做？这样。第三小题，要先去把七，你确定象限吗？象限在第四象限，对不对？回看这个问题，象限第四，那这个时候你是只要可以把其中一个值解出来，你就有 tangent。对不对？那你要解 sin 还是解 cos？解 sin 还是解 cos？cos，因为 cos 是一次，也就是说这个式子的 sin 平方要换成四倍的一减 cos 平方，去做整理，求出来以后取
负取正，然后这一算 tangent 的二倍，这 OK 吗 ？OK 吗？好，你要注意哦，角度在第四象限哦。那你如果求出 cos， 可以画出 tangent， 但 tangent 是负值，然后你要求二倍角哦。来，OK， 再来。加五。所以 cos x 等于四分之三跟负二，哎，负二是根本天地不容，对不对？那我们有 cos 以后就可以画图。你们在这边计算哦，这个要算什么东西这件事情，要很快的讨论出来。我再强调一次，你们第一季的动作要算什么东西，要很快讨论出来，因为你在讨论三角形多很长的步骤，如果你每个步骤都要想半天，那你就会觉得很尬，懂我意思吗？哦，所以我们这一题你看到这里，先求 cos 出来，那 cos 四分之三，来，代表的是四跟三，那千值边是多少？负的根号16减9叫做7，所以从这边我们就知道tangent x 等于三分之负根号七，那这个时候 tangent 的二 x 就是说一减掉 tangent 平方 x 分之两倍的 tangent x， 算完就搞定的，算就搞定的，哦，很简单，简单，有点东西，可以哈。你已经有 tangent x 的这个东西，不要交给我了，小弟计算能力不好。哦，来，这一题，这一题刺激了。这一题是92年的，哦，蛮早期的一个学测问题，但我觉得它很漂亮，它可以利用，它可以利用这个三角函数算东西。这个杠杠 x， 那是个 dash 而已啊。x 轴是 x dash 轴，那时候他们打字的状况是这个样子。我是拿这个大考中心的答案传下来，它就长这样，没关系哦。来，那为了怕你们会混淆，把这个 dash 的地方把它擦掉啊。哎，他说在坐标平面上，一条光线通过原点 O 以后，沿着 y 轴射向这条线。碰到直线 L 以后，依光学原理，什么叫学原理？这入射角等于反射角，反射以后通过 x 轴上的 R 点，要问你 R 点的 x 坐标是多少？简单画个图，它大概长怎样？很明显，来，这是一个坐标，二分之 x 加一。大概长这样。画大一点，好，对，没错，这条我们就当它是 y 等于二分之 x。
那我们这时候的光是怎么照？我们用这个紫光来照给他看，来，从这里原点出来，包包包包包，打下去以后，根据入射角等于什么角？反射角的性质。那入射角等于反射角的性质，我表示，正要给它画个，这垂直线叫什么线？叫做法线，对不对？哦，跟它垂直。那我们知道，好，有了这条垂直线以后，我们的光线是依照这个反射定律。会反过去，所以从这里出发，从原点出发过来，再过来，对不对？A 走的就这个没错。那这个图有什么特点？就这两个角要一样，对不对？那 OK 吗？变化。那第二件事情是什么？同学，这里是叫做零一哦，这里是有点，这里是有个点坐标的零，可以吗？哦，那我们的线呢？基本上来说，这一条线跟原本线线斜率相乘等于负一，可以吗？所以我可以假设成 y 等于。负二 x 加 k，哦，这 OK 吗？点负 x，这时候代入这个，哦，代入零一，我们可以得到垂直线叫做 y 等于负二 x 加一，我该写的都写好，来，那这个时候要怎么算这个 x 坐标？同学。没有很难，为什么没有很难？是因为我们条件其实给的算多了哦。你是不是只要有了这一条边跟这条边，我们就可以算 tangent，对不对？对不对？那这条是几？这条是几？一嘛。那我问你，水平的这条是多少？同学，甚至我不用算，知道为什么吗？水平的这一条绝对是二分之一。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一比二嘛，这个斜率是二分之负一嘛，对不对？所以是负一跟二，对不对？所以这个水平这条是二分之负一，二分之一，对不起，口误。不用去算正负，算长度就好了。那有了以后，我们就很清楚可以这点算。高是一，tangent theta，假设这个直射点是 theta，tangent theta 等于一分之二分之一，也就是二分之一。那 tangent 二 theta 是多少？变成一减掉二分之一的平方，分之两倍的二分之一，就等于三分之四。假设这个点叫做 x 零，那我们很清楚的知道，这个 tangent 二 theta 已经知道它的值。那这一条叫做 x，这条是一，这里是二 theta，那我们知道。有了这三角形，三角形画老错。有了这三角形，很明显的，一分之 x
等于 tangent 二 theta 这三分之四，对，答案就是三分之四。来，很多人在解这一题的时候想用直线去算，但其实它其实没有让你算直线，它只是要你去算三角。稍微的看一下，有问题的话跟我讲。好，那我们下课休息一会儿哦，休息个10分钟哦，等一下再继续。佩晨跟乔伊这两个题目，这个题目 OK 吗？OK。OK 啊，佩晨可以吗？可以。对，需要再讲一下。对哦，好，谢谢。
OK，各位伙伴，all partners，这画的真的很高，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图啊？是在哪里找到？那个不可以设设。我那个不可以。那不可以设置到底谁画的？还有那种风老鼠，我说老鼠蛮可爱，这个画蛮可爱的。还有可以设置，还有，觉得我是真的吗？我好想试试看。这每一张都真的很有才耶！哦，还有色即是空，真的哦，你这哪个？这是哪个酷东西呢？好吧，够了。好，来，同学，那我们接下来今天讲最后一段了，这个。如果你们觉得太快，那一定要跟我讲，拜托哦，因为这个我的觉得节奏没有很快，哦，那计算有的时候稍微快一点，就担待一下。重点是观念怎么去想哦。那来，接下来我们要讲的是三倍角，跟什么东西呢？变的这个半角公式，来咯。三倍角是怎么来的呢？首先，三倍角的 sin 三 theta 它有口诀哦，叫做三上不是三上，它叫做三上不是三上，有点烂，老师要讲吗？不是自创，我自创的基本上什么才艺都有，不是还是要讲啊？对，每本都有，真的，这个三上复式三上，对啊，每本都有。然后 cos 三 theta 的叫做四 cos 三次方 theta 减掉三 cos 3 theta，基本上来说，我会讲到，我会讲的，我读我的口当中那种比较奇怪。我焦急呀、啊，可以画上焦之类的。对，来，那这个东西有一个口诀是用台语念，叫 cos 圆三等于四 cos 减三 cos。哦，cos 三 theta，cos 等于四 cos 减三 cos。啊？最好是，我觉得还是记一下。有的时候真的在断考前，或者真的很久工作很多的时候会忘，那就还算好用。那至于这个是怎么算来的嘞？哎，怎么跑掉了？啊，什么？我才有几个？我这样？好，没事。来，这个，哎，最近讲到这个网络，最近跟你们讲一个好看的，就是。最近好像就是亚太电信，不是色色的，所谓有点好坑的，你要让来我家坐坐这，不是啊，就是最近那个亚太电信，他们好像有一个是299不降速，知道吧？哎，对，好吧，你的话看起来比较糙，都是给骗过去。哦，好吧，来。那我们来看一下 sin theta 啊，sin 的三倍角公式，我们可以怎么拆解？它是从 sin 的二 theta 加 theta 拿来的。那二 theta 加 theta 是多少？sin cos 加 cos，sin cos。
那接下来怎么换呢？你接下来是不是希望可以把我们的这个所谓的所有的 sin 用这个三倍角用这个 sin theta 来表示出来？所以再来的二 theta 就要做往下的拆解。二 theta 怎么拆？很简单，sin 二 theta 叫做二 sin 头，我做个简写好不好？出我换地点，它给的 sin 二 theta 等于二 sin 口，再乘上 cos theta， 再加上来，同学全部换成 sin， 对，一减掉两倍的 sin 平方 theta， 再乘以 sin theta， cos 平方可以用这个一减 sin 平方换掉，它就可以写成。两倍的 sin 一减 sin 平方，再加上一减二 sin 平方 sin， 再来这个负二个 sin 平方，要我看一下，负二 sin 平方。减掉两个 sin 三方，哦，负二 sin 三方减 sin 三方，所以是负二 sin 三方，我展开来就好了，好不好？哦，二 sin 减掉两倍的 sin 三方，再加上 sin 减掉二 sin 的三次，就等于三倍的 sin 西塔减掉四倍 sin 的三次方西塔。可以吗？哦，同学，我后面都用 S 来表示 sin 西塔，这样比较方便。好，哦，那这个口平等于一点 sin， 稍微注意一下，就把它换掉就好。所以这个计算，或者你要去做这个化解，是很简单的。简单的原因是在于我们的目标是明确，懂我意思吗？目标非常明确，大讲化小讲，然后呢？想办法全部化成这个单一的这个函数就好。我找个东西，等一下。好，这个休息这连假几天？对我来说最棒的什么？就是我的喉咙有休息，所以上礼拜我不是一直咳，这礼拜我的喉咙的状况明显好很多。什么？破音的还好？对啊，这久了你就习惯了。来，这个 cos 三 θ 来 cos 一样用二 θ 加 θ 去拆解。同学，这个你们可以自己做吗？还是我做？我做完好了。cos 二 θ cos θ 减掉 sin 的二 θ sin θ 全部换成 cos 二 cos 平方 θ 减二 sin θ 再乘以 sin θ sin 平方加一减 cos 等于二 cos 平方 θ 减一乘以 cos θ 减掉两倍的一减 cos 平方 θ 再乘上 cos θ 再展开就好。其实你的计算目标都很明确，所以这证明很合理。你可以画成一节 cos， 可以吗？暂停可以化成一起可以吗？哦，好。来这样。好。那算完的话，来，这个可以哦。这个公式要稍微记一下，三上负三上哦。
那这个四勾三减三勾这些之类的，还是记一下，我会觉得会比较顺哦。好，这样比较漂亮。OK，那再来继续哦，来第一题，第一题绝对是可以最后化简掉，懂我意思吗？那你们要怎么做？我们就想办法。那如果我是你们的话，我可以有两个角度，两个角度都还不错哦。一个是通分，这两个分数是不是可以通分？通分这一题也可以做。通分的话会怎么变？怎么分母变成？分母变成 sin 西塔 cosine 西塔，分值多少？同学分值多少？sin cos 减掉 cos，这是用通分算，可以吗？第一种角度，好，那继续往下做，sin cos 减 cos 就是 sin 的差角公式，叫 sin 的 sin 西塔减西塔。除以 sin 西塔 cosine 西塔，那上面是 sin 的二西塔，下面 sin cos，sin 二西塔叫二 sin cos，再除以 sin cos，哇哦，约掉就等于二，通分就开始，happy happy，可以吗？第二种做法用三倍角。我直接从原式开始做化程，它有两个分数要相减，好，来了，第一个，分母叫做 sin 西塔，sin 三西塔叫做 sin 上负值三次，sin 上四 sin 三次方西塔。在 cosine 西塔分之多少？cosine，cosine 可以写成四 cosine 减三 cos，这样子可以吧？各位伙伴，可以哈。那我们是不是再来化简？OK 吗？sin 跟 sin 可以约掉，减四倍的 sin 的平方，减掉四倍的 cosine 平方，再减三，负负得正，等于六减掉四倍的 sin 平加 cos 平，等于六减四叫做二。我这两种解法我都很喜欢，它的解法的逻辑不太一样。所以我都跟你们呈现一次，但是都是大角化小角，慢慢的去做拆解，可以吗？没有。好，第二题，这个问题要问什么东西？这个问题，这个，来，这个问题哦，这个要先慢慢做一个复习哦。假设 f(x) 是一个多项式，去除以 x 减 k。
求余数 r。好，我们要求余数啊，那这时候余数等于多少？就叫做 f(k)。那说明这样子哦，废除式写成除式乘以3加余数，根据等量公理用 k 代入，所以 k 减 k 约掉加余数。则 f(k) 代入了结果，最后结果是余式或余数，懂我意思吗？这叫余式定啊，余式定理。哦，我们现在没有每一次如果碰到一些以前的东西，我们都稍微的这样展开来稍微考虑一下，到时候你们在复习的时候就会比较有印象哦。好，写到这边，那我们来看。这一题，我们说，f(x) 等于 4x 三次方减 3x 加一，我们要去除以它所得到余式。当然这样不行，我们求余式叫 r，可以吗？那这时候余式会是多少？就代表 x 用 cosine 20度带进去的结果。对不对？把这个项代入，这样大概中间消掉，是不是得到余数？大家记得吗？这样 OK 哈。好，那代入吧，这叫4倍的 cosine 20度的三次方，减掉3倍的 cosine，算一下。那这里4 cos 3减3 cos，三倍角，这等于 cosine 的3×20度。加一，二分之一加一叫做二分之三，可以吗？来，就 OK 啊，没有说很难哦。这题目真的就是代入，但是接下来的这一题，因为要你们养足精神看哦，所以给你们上个厕所，上个2分钟哦，休息个1分钟哦。如果累了，你就趴一下哦。那第三题的38度有点难，哦，我们等一下一起来讨论。
没有没有买那个完整在学校，我觉得蛮好用，头枕那种。那我之前有看到一个研究，他们说就是10分钟小睡，最新小朋友，但我们刚刚没有到10分钟，不可能那么久。好，那我们现在来开始看，先讲第四题的话，我们会略过哦。第四题的话，你们自己回去做哦。这个有给你们解答，我记得哦。来，那我们要看的是第三题的38度，38度怎么算？38度的话，第一件事情，你如果要去计算，除了以前的方法，以前我们这什么时候38度？上学期。最后一等腰是这样写，哦，算出来叫四分之根号五减一，38度，那今天我们要用另一个角度去看这件事情，那这个之前有学校去证明过，而且他指定要用利用3倍角公式去做转换，那18度要怎么转换呢？第一件事情，我们在角里面很明显的知道这18度的5倍。是不是18度的5倍？是不是就是我们什么？是我们的90度嘛，对不对？哦，所以 ln sin 的18度，西塔等于18度。那这个时候，五西塔就等于90度。那你并不知道5倍角公式，你没有这个东西嘛？5倍角公式，但是你有3倍角跟2倍角，那我们的5θ 就可以开拆成2θ 加3θ，所以2θ 加上3θ 就会等于90度，这样 OK 吗？这样可以哈。开始哦。sin 的2θ 就等于对不对？第一句话，sin 2θ 等于 cos 3θ，在这个18度，对吧？对吧？对吧？好，继续。你接下来还要我是38，你是不是希望把所有的角度大角度都化成 sin 去解一个 sin 西塔的关系式，想办法把 sin 西塔算出来，听得懂吗？那这时候 sin 西塔就二三，cos 三西塔是多少？4倍的 cos 3次方西塔。再减掉3倍的 cos 西塔，那你会发现这等号的左右边都会有 cos，对不对？为什么会用 sin 三，不是 sin 的三西塔等于 cos 的二西塔？我就是为了等待可以把 cos 消掉的一天，所以除以 cos 二 sin 西塔就会等于4倍的 cos 平方θ 再减三，那我们知道很明显的是要换成 sin，cos 平等于一减 sin 平，全部移项，所以4倍的 1 减 sin 平，减掉2倍的 sin θ，减三会等于零，再整理是不是可以？所以这边4倍的 sin 平移过去哦，再加二 sin 平方 θ，再加一就等于零，对吗？移项过去。等一下，我是不是有算错？哦，减一才对。好，
对 sin 的结果，你看这里是一个等式，它这个式子就可以看成一个 sin 的二次式。那这时候去解 sin 就等于几？公式解，二负 b 加减根号 b 平方减4ac。算出来叫做四分之负一加减根号五，那 sin 十八又是第一象限，同学，sin 十八第一象限取证，所以我们就得到结果，故，sin 十八度等于四分之根号五减。OK 哦，基本上来说，这个东西就这样把它算出来。你在想的是什么？在想的是一开始我们要怎么样去列出一个跟 sin 有关的式子，可以吗？那你先是这个基本的教，就想办法把等号的左边全部都换成 sin 贝塔。那换完以后，你看到一个二次式就可以解它，最后就可以算出来。答案。OK 哦，好，就简单的算。那第二题怎么做？啊，第二题也没有很难。第二小题，我稍微排版一下，好不好？同学，等我一下哦，稍微的移动一下。第二小，sin 的54度，哎，54度是几倍角？我靠，是 sin 的三倍角。你会想要三倍角吗？你会想用它吗？你有根号三次方蛮难算，对不对？所以这时候你另外想想看，从刚刚的证明告诉我们，它可以看成 cos 几度？36度。它就等于两倍的 cos 几度？对，cos 的二乘以18度。同学，cos 的二倍角有没有跟 sin 有没有跟 sin 有关？一减二 sin，对不对？这里是变成 cos 的二倍角公式，以18为这个答案。晕开吗？有 catch 到吗？你刚刚是不是慌神？没有啊，好，不好意思哦。那我们这时候看一下 cos 二 theta，它就可以写成一减了两倍的 sin 平方18度，那再算是不是好变成一减掉两倍的，是不是刚好五减？你们自己在平方就算就可以，好吧？我这没有说真的很难哦，算一下就。好，等等，三倍角就讲到这里。那这个下一班应该是半角会讲，主北是不是就考到这个？主北考哪？结合吗？你们呢？
OK，好，没关系，反正我们就继续教哦。这个 OK 哦，那这个问题再来，稍微的想一下哦，逻辑清楚一些哦。这里来，那我们还有20分钟哦，这个。我看交多少算多少，尽量的希望把这二倍角该讲的可以讲一讲哦，至少我们讲到这个第14页，好不好？后面那几题稍微的进阶一点的问题，我们可以下次再讲哦。然后再来就进这个叠合的哦。那这个半角公式来，半角公式，同学，a 是 b 的一半，b 就是 a 的一倍。所以半角公式跟倍角，半角跟倍角是一体的两面，对吧？半角跟倍角是一体的两面。那基本上来说，我们再去做整理半角跟倍角的关系，也是用二倍角公式，可以吗？那你看它的长相，这里都有 cosine，这里都有 cosine，它心中代表什么意思？都有 cosine，它所代表的就是你怎么样？你在计算的时候是用 cos 的二倍角去看，我看 cos 的二倍角，二分之 c 啊，两倍，对哦，开始喽，来，首先 cos 的二倍角，它可以写成一减掉倍平方二分之 c，对不对？那我们知道二分之西塔的两倍是不是西塔？哦，所以用这个式子就可以看到半角跟倍角的关系哦。来，继续往下喽，把像移过这个两个像交换位置，所以两倍的 sin 平方二分之西塔等于一减掉 cos 西塔，把这两个东西合并在一起，好不好？哦，这个也不用写那么久了哦。好，最后呢，再看。好，注意 OK 吗？解 sin 的二分之 c 的二除下去，可是你是不是要开根号？本来有平方嘛，这时候是正的，是负的，不确定，所以给它正。那你要注意，正负是看我们的象限。好，大概就证明出来了哦。那这个证明蛮无聊的哦，你可以把它缩小写在这边就好。都是那句正，都口。同学做法都雷同，我就慢慢的写一写，你们稍微的看一下，应该就会懂。一样的 cos 二 theta 用二 cos 比较轻，看半角跟 cos 的 theta 的关系。那两倍的二分之 theta 换回 theta，然后做交换位置。接下来做法是一样的，除以二开根号，所以 cos 的二分之 theta 会等于二分之一加 cos theta。开根号给正负，证明就是都一样，可以吗？哦，好，那顺便一提的是，在第一象限去记忆这个东西，来，二分之西塔变成西塔的时候，越小值越小，所以是用减，在第一象限用减，cos 的值角越小值越大，所以是用加的，减跟加是这样来的，可以吗？忘记就从头推，好不好推？那我推，我刚推得很快哦。那另外呢，它有一个特征，你会发现这公式，二分之西塔变成西塔的时候，次方变成原来的多少？一半，可以吗？哦，跟倍角是相对的，它变成了次方减半。但是角度倍增。
对哦，同学，tangent 的分母的二就没有了，cos 分之 sin，哦，这里少了一个等号，哦，这里少一个等号，哦，下次把它改过来，好，这 OK 吗？哦，tangent 的二分之 theta 是 cos 分之 sin，哦，那有正负，那正负怎么看？正负就看象限，就是你半角的象限在哪。听得懂吗？因为你是从平方逆推回来的，你到底是正的是负的不确定，所以你基本上来说要去用现在在的象限，半角的象限确认。那 sin 那代入就变成一加 cos 三分之一减 cos 三，那后面的东西可以稍微正一下。同学来正这个东西。很好证，这有考过。来，后面这两个公式哦比较少见，但也蛮好证。什么东西？然后突然笑了一下。哦，看他脸就笑了，这长得很好笑还是怎样？好来，那我们来看喽。这个式子要怎么算？tangent 的二分之 theta，同学，我们就证第一个，你去试看证第二个。首先，你看到这里是用 sin 跟 cos 来表示，所以应该把它换成 cos 分之 sin，用 cos 跟 sin 表示。那再来，我们要怎么做？没有很，怎么做？怎么做？我就想一下，你是不是希望分子叫 sin 西塔，对不对？那怎么产生 sin 西塔？半角要变背角，是上下同乘以两倍的 cos 二分之 sin。上面是多少？就变成。二、三、口，那分母呢？就变成两倍的 cos 平方二分之 sin，可以吗？那你看到上面，二 sin 口是不是要 sin 两倍的半角？那分母怎么办？分母你要稍微的去浅行思考一下。cos 两倍的二 c 分之 theta 是变成两倍的 cos 平方，所以你是要有减一才能化成公式，你是要有这个减一才能做这个背角，变成用 theta 来表示，所以怎么做呢？我减一再加一，同学。减一再加以后，你看这前半段，二 cos 平方 theta 减一，这个分母的前半段是不是变成了二倍角公式，cos 的两倍半角。那这里是不是就换了？同学，分母就变成了一加 cos theta，上面就是 sin theta。没有说很难，但也没有到很简单哦。只是你们一定要很清楚的知道，如果题目要你证这个，你要怎么样创造出来，还有这个关系，可以吗？基本上来说，哦，这有几本讲义是把半角跟背角放在同一个章节，但是因为半角它的计算有点跟背角有点不太一样，把它分开来看。那 OK 哦。那这个证明哦，下面那个证明你可以自己试试看，跟我这一题的证法接近一样。好，你们先稍微写一下哦。对，我去上个厕所。哦，有问题的可以再上来看。
那我们再看哦，这个再来，第一题怎么做？你在做第一题啊，第一题太简单了，第二题太简单，算了，第一这样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我们现在的 cosine 还有 sine 的角度是多少哦？来，第一个，这是在第二象限哦。首先，西塔介于90度到180度之间，那这个是第二象限哦，所以 sin 西塔等于是三分之五。哦，算快点可不可以？这题比较简单哦，cos 西塔就是13/52 cos 西塔，因为我们现在看到都是半角跟 cos 的计算比较快。好，来，再来一件事情。二分之西塔等于45度到几度？到90度之间，所以你很明显的知道这个正，扇口的是正。好，第一个，所以扇的二分之西塔，它就等于正负根号二分之扇的角越小，哦，这个带象限之小，所以哦。次方减半，角度倍增。那这时候 sin 的二分之西塔取正哦，因为我们知道到哦，那 cos 的二分之西塔一样是正负根号二分之一加 cos 西塔取正。那这个时候正的是等于多少？根号的。二分之一减13/-12，负得这根号的26/13减12，上下乘以13，13减12就是一。哦，那下面是多少？根号的二分之一加13/12，等于根号26/20。取正，那 tangent 西塔怎么算？嗯，加，哦，就行，二十跟一，算法哦，加负一个是减负，不好意思哦，好，那最后 tangent 呢是 cos 分之 sin。分母的二消掉了，我这一题再出，就是让你们去带公式哦。那找一加 cos 西塔分之一减 cos 西塔，所以算完是叫做一分之根号20等于5，分减值是5哦。再带公式哦，这题再带公式，简单。开始哦，到 OK 哦，好，接下来我们来玩一个小问题，第一小题，第二题的话我只做第一小题，第二小题我不做哦，来，第一小题我也不知道上面的问题要问哪些，来，首先 sin 的90度是几？等于一，cos 的90度是零。来，sin 的45度是多少？等于二分之根号二。它可以写成根号二分之一减掉 cos 90度。对吧？
那 sin 的22.5是多少？二分之一减掉 cos 49度，上下同乘，cos 45度是几？记不记得？cos 45度是多少？二分之根号二，上下同乘以二，就叫根号同。分母变成四，四开根号都二。好的，二很好的，可以吗？这样可以吗？OK。那我们来看 cos，cos 的90度等于零。我看 cos 比较快的，cos 的45度是多少？cos 45度多少？我就算二分之根号二是怎么来的？根号的二分之一加上。cos 90度，我们从 cos 会看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那 cos 的22.5是多少？就等于根号的二分之一加90度，等于根号的二分。加上二，上下同乘以二，叫做二分之根号二加根号二，可以吗？可以啊。那在 cos 的11.25度是多少？11.25是多少？把它写下面，它叫做根号的二分之一加 cos 角入两倍22.5度，等于根号多少？分母一样是二，一加上二分之根号，根号里面都是二，上乘以二，就分之根号二加根号二加根号二，OK 吗？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它有一个很对称的长相？90度是零哦，那这个如果是40度，二分之一个根号，22.5再除一次，有两个根号，除以三次，三个根号，可以吗？哦，那全部都是加的。那 cos 有特征哦，那 sin 有什么？有没有这个特征？sin 有，可是 sin 的话，你会发现有一个是减，其他都是加的。为什么？因为你看这个时候，如果 sin 的11.25度，就要用根号的二分之一减掉 cos 22.5。同学，如果 sin 的11.25这样算，可以吗？跟刚刚带的是不是很像？只是你第一个项变成加了还减，一减掉二分之，等号二减，
可以吗？那 OK 哦，左右一起看，你会发现，这个最外层一个是减，一个是加的，那其他的是都没变。它们的重点差异在这里，一个是二减，一个是二加。Q，一个是用减，一个是用加的哦。关键的差异在这里，那其他后面都一样，因为你会发现后面都是用22.5度的 cos 去往下行，所以根号里面都变成加了，可以吗？这 OK 吗？好，来，最后我们把它的结果归纳一下哦。45度，我们可以看成怎么样？90除以2平方，90除以2的3次方，可以吗？每个项分别的可以看出来，这是90度除以2，这是90度除以2的平方，这是90度除以2的3方，可以吗？那你会发现，除以一个二，外面有一个根号；除以两个二，这里有两个根号，里面都是二；除以三个根号，有三个都是二。说 sin 的话，最外面是减，其他也是减，可以吗？OK 哦。所以最后我们给这个结论写在上面哦。所以这个 cos 的90度除以2的 n 次方，它就等于。二分之根号二加，全部都是加的哦，有 n 个根号哦，根对吗？有 n 个根号哦。那如果是 sin 的90度除以2的 n 次方呢？最外面是减，其他都是加的。好，这个特征是长这样。好，那我们今天就上各位同学，这是有趣的特征，并不是说真的很难。那通常上。那我们这个下一期就从范角上啊，哦，上完底以后呢，然后我们就会进下一个场景。看你们要不要来。如果你们没有不方便，就不要来，就是开台上的。妹妹，我们今天就上到这边了，拜拜，拜拜。